鞋子也飞出去了。咻，鞋子飞出去。咻 ，shoe， 咻，鞋子。咻的一声，鞋子飞出去。咻就是鞋的意思哦。做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啊？哈哈，是鞋子啦。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要在俄罗斯开打啦，杨过，我们快点把我们今天重量级嘉宾葡萄牙队的世界足球先生 C 罗请出来啊！ C 罗先生，你会讲英文吗？ Of course， 身为世界足球先生，不仅球技要好，语言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。C 罗先生真是优秀，你球衣的背号是7号，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嘿嘿，因为我希望我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想要7秒就进一颗球，对不对？我球衣背号7号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，因为……哇，我们733右脑图像学英文也是7秒就记出一个单字耶！好期待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上看到 C 罗先生的神乎奇迹哦！我也会，我也会啊！看我的倒挂金钩！